海蛎，伊把你当作做好朋友哦。唔过伊若请你食海蛎黏多，伊绝对无把你当作朋友，伊把你当作啥黏啥，伊把你当作神呐。把你当作神来看待，为什么黏啥？一只海蛎，好到八九公斤吼，黏多多少都安尼尔，多三块黏多，真滑。上届贵的多只三块，所以就爸妈无上吼。这一公斤换成一公斤本钱哦，860，才不到一公斤。你捌听过入口即化嘛吼？不过这世人你毋捌试过入口即化，迄种的感觉，活伫世间哦，你食一包的，较苦苦三万几工，真少人捌认真啊算哦。互你食一包的啦，较三万几工尔。阮阿嬷食一包讲两回，知无？所以阮阿嬷咧讲，讲哦。我你食到一百岁啊，较苦苦三万几工，对家己较仁慈的，哦，对家己较好个啦。这海蛎黏多哦，这海蛎黏多哈，这你讲煎的倒啊，入口即化，你无才调甲煎甲翻顶啊。这你若有才调煎甲翻顶，一袋我赔你10万。这无才调煎甲翻顶哦，啊，这你若要煎油袂使下伤济，因为这黏多，哪煎哪出油啦。我讲。我招六个人去吃都六个客人哈，吃，这一盘超过一公斤哦，超过六个人去，一盘唔免卖你八啦。我来讲，这一盘若无一公斤，会使退钱啊，超过一公斤哦，卖八啦，800，这人无济啦哈。啊，民主权的放在这边干嘛？看漂亮呀，六个人去，卖就1000，卖就900、700、800、500，免。300块买会到行外，买会到退钱。300块，五个人去了啦。收啊，卖无，袂紧的哦，啊，我收个就卖哦，哦，我唔是咧西奶哦，我是公斤的收个，我都无卖啊。200块，这边无啊，派一个代表无嘛2元，200块有没有？200块，我正经甲卖好无？有要下三万只走的哈，最后剩3人去，有卖要等一下做，海蛎黏多。最后剩3人去，都告诉我，做慢嘞，怎么办？好，来等一下做嘿。最后剩2人去，最后了，最后剩一个，200块啦，不是2万，不是2000啦，不是20万啦。咱在买海产，不是在买厝啦。这200块在哦，考虑到目睭长青银哦，算不简单。有买万只走的哦，最后剩一人去，200了。有买了等一下走哈，200块最后剩一个，最后一位买到一定要你双八百回家。你无买海蛎黏多牙签，这无饲哦。没有买了请举手好吗？无买牙签，买200好不好？这也无饲啊。哈？煮汤可以，你若要煮汤哦，你也淋一挂，淋一挂蛤蟆，啊无煮蒜头汤，好，蒜头汤。来，糟糕吧，等一下走。来，五个人给你哈。玉林出现了。你们5个客人才有。来，这个我还有没有？早上在。没有的哈。那下午在。我讲啊，这海蛎人有问题哦。这海蛎阮一个家，偏好啊，阮偏好人，很有同盘呐。安排，哦，同盘，大家马经的时候，还去渡船过啊，还去坐船过。我四回就怪台湾。早上在高雄，下午在台南，晚上在哪里？同谈半钟，搁有本地我做囡仔时，怪台湾是八号啊。上好是的。搁经过3年以后，会变无人岛。我等下回去。连阮一个人只能要100岁啊。敢不敢？啊，所以医生讲，伊爱食啥就买啥，然后。
你们五位才有别人钱丢下来，马上没收。打地址给我。要旁，叫做几公斤的呀？出吧，出吧，哥。有买的人才有，没有买的人不可以买。一把了，100块。话做马上好，100块，有买的才有，没有买的没有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放在那边。快点，再刮鬼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对不起嘞，我没有你要出力啊，我没有要你出力啊，谢谢，你不用出力，没有了，你只要紧就椅就好了，紧乔伊，来，上面你讲好，画出来好了，来黑啊捞起来，哎黑啊哈，来画出来谁的？谢谢你，拿过去，拿过去，画出来好，谢谢，帅哥，最好存两个人给两百。100块回家没啊，100块都没有了哦，100块，好，谢谢，快点，要不要？没有了哈、哦。厨房这边明天还有，明天有。您敢把假贵？连续四天都有。葡萄木 N 型机，哎，这个我，这前面补了啊。就说嘛，这刚好。只是打打嘴炮而已。特别凉。对，不敢。这哎都没有了哦。给我的。这只650，那860啊，一条。这只才有四斤，我都安心，多存好三斤。哦，伊这安心的机会啊，啊这大哦，这内底无汤啊哈。三只尔拢无啊，咱这边小个有法度接受的，这市政府甲渔会规定的吼、哦，一礼拜咱拢上两天班，加礼拜，咱这已经28年了。我没有再看我。今年第29年了哈、哦。我只啦，我30年，我就退休啊，爱我30年啊。所以拢是 FV 来底，拜甲拜五是 FV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拜到甲礼拜节日拢是遮，今日节日吼节日啊，咱1000抽背到10000抽800，了钱高无关系，我永远跟你们站在同一边。您较紧起去当主编诶，看起当家我紧要滚哦。先跟各位讲一下哈，一只卖讲600几块，加3只了，拢无啊，一只200了，200块，有没有？200块。最好存两家，存一家，200块，好，谢谢。这种鱼啊，你不要台湾搞，这很老的哈。我直播3天，明天有，星期六没有。来，星期六我要带老。反正这种鱼啊，你要台哦，唔免夹得啊。同时，用头壳轻摇开，比较太好啊。星期六，对，这对主动就变你钓出。这种鱼也无咧算计咧，这算你话哦吼，这暗盘啦，这算你话啦，这小尾钱才100几块，150块啦，这两包你买得到，你免甲骗，我来讲哈，较紧的哦，这两包，这一盘两包你暗捧都免捧，你100%买袂到啦，这两包你免捧。是啊，所以我在笑。明仔载鱼也起大价，我啥物原因啷个啊？伊船啊可能无出了，钓这个肉粽济，小只吼，啊有偌济咱甲变偌济来。你那九洞什么时候过户？我先收只落，好不好？5个人客，卖就300几啊，五面，100块，100块，100落。100块，来。恁是咧想哪？恁咧想将来了啦？哈？恁是咧想将来面啊？用钱的呀，最好存一个，刷，无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拢白钱。对。这么辛苦，我钱用你，无买我的。4-500块买，800块还嫌多。你可以过去那边聊天啊，你们。来那边吃啥？四大金财主。我以来。凑一桌。100块，他，啊，直接存满2块银。对啊。
真欢喜哦。人吼、哦，哦，以前阮老师吼、哦，我读小学的时候，那国小的时候，阮老师先教一句话，一句话哦，跟我们大家共勉之啊。人啊，要学习满意。人永远啊，你活到死掉的前一天，你还是没有办法满足，来不？人一定要学习满意，活得会快乐。你如果要活得满足的话，你会痛苦一辈子，所以要学习满意啊！啊，最难爱讲，哎，这等我形容，因为伊加那三丘四海加。语言是感情上的沟通，经济上的桥梁。那、啊、我今天看看阿伯啦，阿伯有作秀。第四个应该不用丢钱，这种三人的蛋子呢，300块咯，300块。我以鹦鹉鱼加啦，三秋四尾加，300块都有了哈、哦，有了好，谢谢，收起来。许多，加差开一顿，加小米爱百斤，唔免百斤，190、180、150。加总比2块，两个一块的，两块，快点，动作出来，来，2块好，那来差唔多要差30顿啊！哦，要吃鸡架，我们唔吃送你嘛，垃圾，送给你也没有用，要你要吃哦，好、哦，我再送给你哈。哦来，我讲哦，这种就是啥，咱这花一条，我拢总有赚，我1000个球八十七万球八百。你那干脆我那啥哩，你那塞油啊，我那赌毛啦，哎，啊这条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种叫养懒，这条吃袂好，想你无物件吃，这养懒哦，这你饭啊，你啊微波时候啊饭底下都我给搅落去啊，哦，这油吧啊，这一包半公斤啊，180，迄、那个。大卖场没有的，卖220，啊，这一包是180尔吼，加2包，你有吃过人就知影，这真好吃，微波热就可以了，微波烧啦哈。没有了哦，都没有了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，5个客人。要这样下，2包420，卖420，400这边就到西底。2包了，唔免花。好，谢谢，收起来。你们到底想吃什么了？你们动一下好不好？你们都没有动，我会烦恼呢。顶各位姐拢全部叮当，我那前面徛在行行，头高了就拍过啊，那再见啦。你那没有动，活着要动啊！哇，爱叮当啊，就活动，活动哦，西洋都袂叮当，爱叮当哦。你活着，你就要动哦，要动，你没有动，我会烦恼呢。我请先各位姐姐头高呀，再见。哦，因为我要吃呀。哦，你要动，要动起来。哎，你拢无叮当，我会注意呀。靠边，这拢无叮当呢。哎，还有拢无叮当哦。他头高呀，就再见了哈。哦，这两边转都不一定。冷怕了，所以你们要动一下，我要动起来。冷怕我都有了哦，好，谢谢啦。啊，一百人吃到多安尼，啊，恁的，哎，恁食肉粽爱配汤啊，食肉粽爱配汤哦，煮，这鲑鱼头煮米素西露汤，煮米素汤啦，这一粒鲑鱼头2斤半落切了，所以一瓶就斤外，一瓶差不多10人份啦，这一粒爱20人份哦，要这样个啦，卖9900、800咩，来几个要吃？哎，你不点点起来，点点，休息。玉林要来找我，眼看酸，耳听八方，头脑哦，头脑要动起来，哦。你看我那烦恼呢，你们在当时头脑被搞落来呢，哦，要看呐、啊，眼看酸，耳听八方，老师都没有教吗？啊，没有教，今天阿伯教你哈、哦，眼睛是要看的，耳朵是要听的，站在那边一辈子不是办法，要动起来哈。不然的话，你爸爸妈妈会为你而烦恼。这样啊，这样几粒哦，这几粒卖500块，里面就有在卖的，里面就有的。两个人可以吃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两个客人吃了啊。两个客人哦。这龟头，嘿，多大粒？
你爱看个看不到，来我客家给你看。这一边就金瓜，金铜，因为这一粒两金瓜嘛，你会切，啊，所以一边就是金瓜。这行开一边是五六百啦，恁行像这大平行个拢啊七八百块，一行话咱吃，你唔免行啦。用煎的，啊无你甲切切的、溜溜的，你煮米苏汤，这你唔免夹刀啊剁啦，因为骨头都软的，你剁几剁的，啊溜的就落啊。哦，伊个骨头是软的哦。鲑鱼本来就没有胆固醇。这两粒小米等下就要清伊，总计500块，500块，两粒，总计4片哦，300了，比300里头个小米哩。好，谢谢。要吗？来，300块，唔是2片哦，是4片哦。4片啊。啊。300了，阿你用钱来跟我比。比三百起头啊，小噶，这免多钱呢？300块，4平总是300，买足较济，你搬来无要紧。爱食啥物鱼啊？你看你经理点啊？我假买话，用讲我讲，恁敢不听过我讲的这番呢？哪一边哦？啊，讲的上过万，恁的关系呢？黄鱼谁都吃，准你谁都吃，黄鱼就欧北做欧北好吃，来旁边。我不告诉你，我是一个小孩。黄鱼贵也要吃，要吃黄鱼要开五块，这只金瓜，哦，这只要金瓜蛋哦，哎，这只金瓜哈，要吃开五块了，500块，500块，我要吃无？一堆啊，还袂生虫的呢，一堆，生虫嘛无可能，一堆卖你500，哎，3只500块，2只500你又买袂到，这只金瓜，2只500你买掉，免加变，一只佫送你啦。一只100几块了啦，你喊老公的话，500了，500块，会回头，500块，好不？500了，最后招一个人去，啊，用钉针呢，啊，袂当下拍钉，用钉吼，安尼较，啊，想进嘛，较无遐热，进就走去啦，红山哦，红山隔壁尔，红山真近啊。哎呀，无要紧啊！你用咱12点以前等于拢无要紧，还有官兵吼，最后剩一个500块，500块，好不好？来，要不然你喊我的账号啊，你喊吃饱出来。来，黑官兵吼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尼，今年到红山，红山我想外远的咯。红山隔壁尔，哦，无要紧啊，今暗十二点等，拢无要紧，进步是头啊，进村月娘啦，月娘光光照脚床，感谢恁唱。我唱歌足歹听，恁自动买我无甲听啊，我讲我唱歌强震你们可好多，我讲食煞紧的哈，嘿，这有要吃无？但是啥物鱼无买无要紧，来遮了解海产啦，这种鱼啊叫做阿妈船。来这不是一定要买鱼，来这了解海产比你买的较重要。以后吼，啊无恁敢要食蒜鱼？好啊，鲑鱼啊。无饲，无饲，敢无？还要食鲑鱼？啊无看到啊啦，好无？看你看哪个好？第一步买无要紧啊吼，来这和我做伴，足感谢恁的啊。我讲这种做红肉蒜，这人做沙司米哦，这只小米无可能超过1000，安那贵都无可能超过1000，这只互你上贵700-800吼。吃到完当然2-3千咯，伊用咱吃，咱家己煮得啦。你看我也是一样。头尾煮面所需的话，煞不如较只平凉做沙司面，黏度比咸比真实在哩。安怎煮落去食？要食阿妈山的人客啊，唔免1000，900要食一人去食咯，500块咯，500块。这只小米落来超过500，这只超过500，500了，啊，这只送你好唔好？安尼敢食完？恭喜，500了。红山呢，敢平会收低咩？啊，家己用发冰好无？吼，好。来，这杯过你啊！啊，用发冰啊！啊，你有要箱啊无？箱啊是卡800呢，啊两卡免钱，你要几卡？一卡啊是800啊，好啊，好，行。来，500块。好，阿妹食啥？来，我顶住。红山吼，红山好所在。红山。无，我差不多剩30公斤。
我不可能剩三滴，最起码还有三十公升可以用。行啊好，恁若要食兔兔，这阮朋友的箱啊，不，啊这阮朋友唔是阮朋友的箱啊，阮朋友的兔兔啦。要食兔兔的人，客户来无买无要紧，你想要食兔兔的牙手，讲出请举手好吗？我要吃兔兔不？来后边，哎、欸，冰块，冰块，用个冰块一个拜托。主机板比较尖，比较痛。兔兔要吃不？要吃开始上头。遐下底有甲你下冰呢。遐、啊、冰该用几条鱼来？拜托一个。兔兔要吃开始上头，一袋两袋，正袋小袋，正袋偏我兔兔要称啊。至少是一千，你买袂到啦，一千多，四袋哦，你一千多。一边一个，我不用挤哦。八百。我是够八了。蛮出来。里面是八几块，安尼好唔好？我是三十公升，不是三十公升。你来可鲁，他就高班了，有噶啦，哎。好，这一袋卖百零块，兔兔最后一个啦，五百，这三袋卖一千哦，第五里啦，这仔仔卡呢，五百了，这袋起码是分量的吼，来啦，不要紧，来干杯来，干杯好不好？我要吃干杯不？吃较好的啦。